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八七男，就今天来到了 Shopee KL 的总部，Yes。So 我来到 KL Shopee 的总部呢，哈，大门一进来哦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大门一进来，这里就有点很有 Genting 的 feel 哦，非常有 Genting 的 feel。然后呢，外面的景色是这样子的。哦，都是 KL 的大楼，感觉好像自己在做这很大的生意这样子。所以这次被 Shopee 呢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一次被 Shopee 邀请来参观。至于里面他们有他们自己员工的 office， 那些就不方便进去。会议室两间，这间会议室刚好租给我们拍摄使用，也就是说活动了过后，我们借用他们的场地来拍摄我们接下来要公布的东西。刚才由于时间太赶的关系，所以我没有好好的享用到他们的午餐，但是他们刚才准备的午餐真的是很用心，他们的饭是用那些 Briyani 来招待我们。对于这一点我给 Shopee 100分，因为你们诚意做得很足够。洗个手，然后这里有咖啡，有糖，有茶，有奶。然后刚才呢 Shopee 就是招待我们全部人聚集在这里，然后听他们讲接下来的大 event。 For that I think we just want to give you a quick introduction. What this might be not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, but see we will do better for it. 零食看到吗？任你吃，超用心哦，真的超用心哦。然后还有 ice cream， ice cream 我没有拿来吃，因为我怕太甜。还有这个就是铺，这个就是铺，刚才我们在的时候它有开起来给我们玩，现在已经关起来了。哦，人也跑到七七八八，剩我们刚才那几个人在那边拍摄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足球台，几乎上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铃铛。下一次如果要我被哪个大公司邀请去他们的总公司看看的话，请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。So， 我是八七男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Shopee。